50回以上。啊，这个到底是怎样才长？破，好像没有要破的感觉。哦，我来帮你了，立即破了的。挤满它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海伦，欢迎来到跟你一起玩。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了。等一下啦，你在紧张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什么？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角落生物的吊饰 DIY。 你喜不喜欢角落生物？喜欢。好吧，我们来打开吧。一是天籁的空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个胶有啊，贴纸。哦，全部打开的内容物总共有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介绍一下你有什么？这个是说明书，还有一些亮粉，嗯，还有贴纸，还有贴纸。那这个嘞？哦，这个是它的那个胶。然后这个是配件，这个是模具，这个是夹子。哎，夹子上有模具。刚刚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译了一下，大概它这里啊，就是每一个模具上面每一个洞洞啊，它这里有写，大概它需要多少的量。这里每一个它上面有大概要多少的量，然后它有4包这个胶，它胶里面都会有亮粉模具啊，它这里有一些角落生物的那个表情啊，像企鹅的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那个，这个是恐龙的吧？对。好，这边它就写啦，你要用它这里每包亮粉上面还有箭头，你就要把这里的东西往下面挤，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它这里有写50回以上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挤50回的意思，就是你来回要搓搓搓，你要把它混合均匀。不知道是这样，你看这里有写50回，它就是叫你这样子要混合均匀，往下挤，然后这样子挤挤挤，然后要使用了就是要充分，然后你再把它剪开，这样，然后剪开之后你就可以挤到你想要的模具里面去了。这里有他们的脸表情，然后还有比如说他的围巾啊，他在背的东西，饭，他在吃的东西，那你就要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，然后他胶之后啊，你就把你刚刚剪下来的，看是他是企鹅还是他是恐龙的表情，把它放上去。他这里其实都有印，然后你就把它放上去。那他有特别喜欢你要放相反的，你要反着放，因为哦，正面在另外一边，对，正面是。在底下，然后你就不能放相反，它应该是半圆形的吧？就对啊，就是有弧度的这样子，像它侧面是有弧度。所以它的模具就是配合它的贴纸里面的人啊的表情这样子。哦 ，OK。这才是绿色嘛。好，你选好了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绿色。绿色的，妮妮选的。那接下来要把它挤摇一搅喽，它这里有箭头往下挤，要用这个夹子挤，又往下挤，要开始挤。绿黄色先不要拉，黄色是大虾嘞，黄色是大虾，它下去了，我已经挤，就是挤破，你看，这里有，你看挤破了，它的那个东西往下了有吗？啊有，有没有往下了？有，我要试试看。然后你要把它搅挤一挤，你要这样子挤过去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哦。你要来回这样子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注意看，它这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要从这里把它挤，把亮粉都挤过去下面。然后挤过去，要从这里挤回来。不用，不用挤回来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它挤下去，然后到大
的这边你再混合，你再把那个亮粉都混合。还有一条万用布，要挤个五十下哈，五十下哦，就跟这个。嗯。然后把它剪下来耶。剪下来，你来剪，我不会剪。插在洞洞上，然后呢？剪个洞洞，它有开口。在这里，对，所以你要把这个。好可怕！剪开了。还有一点点，有个洞，有小洞洞。好了，要挤了，你自己挤吗？嗯，那我不能挤出。这挤这个到底是怎样才算是4.5？比较平吧。我不知道它怎样算平啊，要让它怎样平？全部买。我放进去，你们再压一下，你再压一下。先拿这个，等一下。这。珍珠奶茶的夹娃娃机罐，罐子，这好困难呢、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来了。现在就等妮妮的干，对不对？妮妮的干，它破了。哎呀，别动它啦！我的，这不是我弄的呀。下来。又来。我快点，快点！那我要挤我要的钱。算了，我也是跟你用同一个色好了，不然我怕它干掉。刀啊！我炸下脸嘞！你不要乱弄。现在换我，我要做北极熊，这是这一只吗？对啊，北极熊啊，这不北极熊，那个另外还有炸虾的还是什么？北极熊，所以你上面有北极熊围巾啊，你就可以把它摆上去。嗯，有围巾跟它的茶杯，很酷哦。先剪，然后先借我一些。你我就先剪个大概，然后剪下来再修。这个啦，好，我来挤我的。嘟噜！耶！来啦，我帮你挤的。不要。你污什么污啦？你是小猪哦。嘟噜嘟。啊，先换我来挤的。压力的关系，它会全部一坨一起出来，我就挤很大便。好了，你够了，你惨了你。待会等一下，那个头怪它会一直冒出来。光了。真的会看不到。光了，有反光呢。因为它太亮了，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它的脸在哪里。抓塞了！哎，我的围巾跟茶杯。哎呦喂！啊，这是你的脸脸的爱心。嗯。我要帮你把胶挤满了。好啊，现在我们做好半成品了。你不要给我碰到我的哦。这个的妮妮的。这个的 Helen 的。海伦的。这个我的。啊，我们看一下明天成果会是怎么样子。先挑着我的。那你要剪幸运草的片下去吗？丢那么多一样的东西呢？
你搞笑我才24分钟而已，要过24小时，懂吗？不懂，都塞住了。The next day， 好，经过24小时，我们要来揭晓昨天 DIY 的成果了，看谁做的最漂亮。好，我的这个。好，你先拿起来。转一转，它应该可以拔出来。哟，你摸摸是不是？是不是没有很干？没有。你给爸爸看一下。干干的。好了好了，你转过去给爸爸。现在换谁的？妈妈的。我的是什么呢？大虾虾。大虾。那我要拔管管。哇，你的大虾很小，大虾很容易折断。这个。好啦，大虾吉熊，我们来看看。超帅的北极熊，很透明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北极熊，拔管，我来吧，来，给我吧。没有，它的鼻子在这里的。是呢。你因为它那个模，它模型上面其实都有，它眼睛就是鼻子的位置。幸好，然后因为它那个表情是要剪下来，摆在那个模型上，但是你胶挤下去之后，你的那个脸。很难摆在它刚好的位置、啊、所以就是两个眼睛那位置跟模型上面的位置不一样。还有谁的？还有那个就是做的你跟我的幸运草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珍珠牌对吧？对啊，珍珠牌是你的。好，先看看妮妮的幸运草。是叶草了又不幸运草。好，介绍你的幸运草。哇，四叶的幸运草哎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有草莓跟爱心裂片，然后还有葡萄跟一个小幸运草在里面。那我现在要拔管子了。好，差一点点而已。我跟那个模型上的位置其实就差一点点而已。很厉害，很可爱。然后还放了一个炸虾的炸虾陪着那个炸猪排，他的好朋友。噔噔，虽然做的过程有点手忙脚乱的，但是成果还不错哦。大家喜欢吗？可以买回来做做看，你看多了很多小吊饰，而且它是软的哦。大家觉得谁做的比较好看？再请在下面留言。投我一票，投我一票，我的是炸虾。喂，投我的票。哦，脱模了之后要把它装上链子了。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链子，这个，那个有点长，这个项链。我的也太长了吧。我的项链。你是金项链吗？穿不进去，等等，很难穿呢。你需要登录这个 A B， 超激动。但我怕我的 A B 它的尾巴会断掉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是不是要把炸虾跟 A B 关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这样比较可爱。啊，炸虾小吊饰，很可爱耶。但它的颜色真的是太挺浅的，就不怎么明显。可是这颜色太像了，跟那个皮肤太像。炸虾耳环，好酷哦！妈妈，真的是挺可爱的。可是那个太奇怪了。一下，那个是吊饰风。对，高一点。边加。好了，那个是吊饰风。你要穿上去也像没有了有